小陈，既然你不修炼焚诀，何不交出来？五谷，想要焚诀，你还不够资格。 萧炎，萧炎。 三段。 要不是，小妹，我这些人，族长，三少爷，我做事自有。萧薰儿，斗之气绝，竟然到九段了，真是家族中年轻一辈的。薰儿她好厉害，你也不差。 那是自然，我姐姐身为他的弟弟，我真羡慕表哥，爷爷是大长老，姐姐又那么出色。有个萱儿，萧炎哥哥不要修炼天。馨儿表妹，以14岁的年龄，萧宁。馨儿表妹。
本次斗之气测验到此结束，已达位，只要行。走了，回去。 萧炎表弟，你挡着路了。成，我不想听。从前你是，就算再废物，我警告你，离心儿远一点。他不是你能妄想的。究竟是谁在妄想？管好你自己。少来！八极分。 萧宁，你再不住手，心儿表妹别何况，表弟实力不相，你八。心儿表妹叫刚才，萧炎哥哥，切，萧炎，不如那萧炎，萧炎，虽然并不知道，萧炎哥哥。 这就走了，走。好啊。嗯。一五二长老，祖宗还有去，既然这告辞。 该说是我们太幸运了，还是这条吃兵蛇？纳兰侄女好魄力，纳兰素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萧叔叔，叫我萧族长便好，叔叔这称谓，我担不起。宗主大人知道退婚一事有些不合规矩，所以特地让在下带来一物，就当做是赔礼了。请看，聚气伞。
他能让九段斗之气100%凝聚斗之气旋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斗者，这也是本宗明玉长老古河大人亲自所炼。此药竟然还是出自丹王古河之手。萧炎哥哥，云岚宗这时候得面能有什么好事？我早该料到，先生还是把药收回去吧。 萧炎，你给我闭嘴！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萧炎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这里我们自会做主。我都要被退婚了，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你就是萧炎。正是。长老们想为我如何做主？收下丹药，接受退婚吗？ 长老们难道不知道，在这斗气大陆，被女方强行退婚对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？难道你们想萧家子帝往后的几十年被人指指点点吗？你放肆！休要胡说！言儿，二位长老，萧炎哥哥说的没错，他是当事人，你们还是别跟着掺和吧。 臭老头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吸收了我的斗之气，给我带来了多少屈辱？可在这三年的逃骂中，你也成长了不是吗？如果是在三年之前，你能……日浪池。臭老头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拜师，便想让我……韶华易逝，但愿不负留你。 萧炎，有本事跟我堂堂正正打一场！没事，萧炎哥哥不必开恩，交给薰儿就好。不过如此，哼，哼。
小言，公平的比你让登车不顾加里奥倒是看在心儿